现实生活还没有结婚，还没有生小孩，但是有这方面的构思跟构想，对，嗯，一段时间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就不想这么杂，啊、就不想这么杂，不想这么杂。那女朋友都不会暗示你，就等太久之类的。觉得在一起吧。还在一起，还在一起。现实生活还没有结婚，也还没有生小孩，但是有这方面的构思跟构想，对。因为求婚好像有一段时间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就不想这么杂，我觉得很多方面要，对啊，我因为我觉得很多方面有些是男人的责任，我觉得啦，就是都希望就是好的生活等等之类的，我希望我自己就是都准备好。准备好的不外乎就是硬体的跟软体的部分。那软体我自认为没什么太大问题啊。对。那硬体的部分还差。硬体的部分比人比人气死人，但是我尽量朝我心目中的那个小城堡去努力迈进。对。是比如说想要买什么大房子，还是说房子我现在已经有了，然后那个婚戒也有，只是说我觉得各方面可以再完善一点。那女朋友都不会暗示你就等太久。觉得在一起吧，还在一起，还在一起。谢谢。感恩还没换，目前还是同一个，就是他还蛮因为我觉得这方面我没有多说，但是我表现出来是这样，就是我觉得我随时可以结婚，就是很简单这件事情，只是说就是我自己内心会觉得，就是我自己可能很多方面再多，就是讲简。直白一点，就是我觉得外在生活条件，我觉得要再更好一点。